大秀好身材及舞技让奥地利老师只好认输。原子少年二手机开路选手也亮相展现实力，其中这组 vocal 担当更挑战在原唱面前演出。我带来是阿令的有一种悲伤。对，阿令的有一种悲伤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你们咯。哎，我觉得他们要唱的这首歌原唱如果刚好在现场是不是很棒呢？是刚好在现场没错，掌声欢迎有一种悲伤的原唱来到舞台上。现在又让他更紧张。对，不会不会，他们接下来的首录应该也是紧张的，但我相信他们都可以以这个紧张共存，可以吗？对不对？说对。OK， 那准备好了哦。有一种悲伤，留在我过往，无法遗忘。有一种悲伤，是笑着与你分开，思念却背对。张望，剩下倔强，剩下合照一张。哇，可以在原唱面前唱的感觉怎么样？很紧张。很紧张，可是你刚刚唱的非常的好哦。但是我们来听一下原唱怎么说。阿令姐，非常好。原本我是没有在这个环节出现的，阿令姐，对对的，阿令姐，我们来到舞台上好了。这个是有列入那个待会的那个评分吗？啊，如果有的话，我要给他们加分。他们两个默契太好了。然后呢，我真的觉得你比原唱差一点。但是你唱的真的非常好。阿令惊喜担任流星导师，绝对会传授宝贵经验。而同样展现实力的还有他们。除了放大招外，说到男团怎么能少了这排门面担当？一、二、三，没有，有帅。好 ，OK， 来个喘气的感觉，喘气，喘气，好喘哦。喘，哎，好好 feel， 好好 feel。听说博彻长得养眼，身材更养眼，不信不信？可以可以 ，OK 吗？我们现场是可以突破，然后怎么知道他很养眼呢？咦、姐姐先看一下这是不是画的？啊，这哇、真的是这样子哎！默默一百进步，姐姐你太靠近了，有太靠近了吗？你们看不太清楚是不是？大方展露身材，连暖心学姐都看入迷，太期待这群少年们未来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的样子啦！完全认同王俊杰采访报道。